B1. B2. Don't be too right.灯调红色的看会怎样？大家好，我是王狗。大家记得我们从以前做到现在，做了非常多的日本都市传说，一个人的捉迷藏，更进一步末班车，诸如此类等等非常多的都市传说呢，都是从日本那边流传下来。今天呢，我也是来挑战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它有名的程度到几乎跟裂口里一样，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是在综艺圈流传开来的。新的西都市新的主婚的哈基西。大家都知道拍手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子拍的，日本呢有流传一个非常著名的都市传说，就是你拍手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拍，这样拍的话会造成一些灵界的东西会靠近，传说也只有死人会这样拍手。在很多的神社都有二拜二拍手，很多神社都有二拜二拍，好看到吗？都市传说都还没开始说，就是日本有流传这二拜二拍手一拜这一种礼节，表达对神明或者是尊敬的一种意念，所以测试更好。而相反的，这种逆拍手就是神明的反面，表达嫉妒、愤怒。恶灵如果对你做了这个动作，代表说他叫你快点去他那里的意思。而这个动作，他除了有了种说法之外，还有一些真实的案例。我觉得现在有点毛哎，就来跟大家提一下最有名的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日本的一个女子团乡村少女组，他们的其中一个人在出演 Music Station 的时候，摄影机就拍到台下的观众竟然有一个他们曾经过世的团员在底下用着这个姿势拍手，这有点恐怖哎。穿小短裤，对，我们剧现在目前如果说满分是在头顶，那我就差不多跟我现在的宝珠盖一样，那是什么来着？我华无敌加大牛肉面，味道还不错，肉那么大块。然后另外一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是一名叫做大冢爱的日本女歌手，她的男朋友因为出了意外而死亡，她有一首歌叫做《星象》，就是做给她过世的男朋友。而某一次大冢爱在表演这首歌，唱到说好想要去你的身边，就在这一刻，好想要奔向你这两句话。又是一模一样，摄影机拍到了观众席有一个男子用着这个姿势在拍手，看着大众爱。好毛哦！今天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毛吗？因为他在找逆拍手的这个资料，结果我看到了一个逆拍手的电影，主要是在讲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在吵架，男朋友一气之下把女朋友扔在树林，开车走了。过一个小时之后，男朋友开车回到那个树林，接了那个女朋友上车。结果他们在开出树林的途中，看到一个女生是这样子挥手，意思就是想要上便车。男生跟女生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就继续的开。开回到市区停车场的时候。女朋友就问那个男朋友说，为什么你刚刚不让那个女生上车？男生就说，果然你也看到了，因为有听说如果用手背跟你打招呼的话，表示说那个是死人。那个女生就突然转过来看着那个男朋友说，原来是这样啊，真的太棒了。哇，真的好毛哦！但是现在关起来的话，我应该就自己后置一下。总之呢，我今天就是来挑战逆拍手这个都市传说。我在日本网站上面有看到一个说法，做正向的东西只要变成相反，就会变成负面的意思。就像说十字架如果倒过来，就是那种恶灵。所以他们就有说，看着镜中的自己做着逆拍手的这个动作，那么你就会看到镜中的自己是死后的自己。对，我是觉得是有点瞎，可是我现在实在是真的很毛，所以我不知道了。那现在时间半点半，我们等到晚一点，差不多11:59的时候再来挑战吧。OK， fight， 是用 fight 吗？时间就是真正的12:00，所以我现在就要来进行这个逆拍手的都市传说。镜子就是面向在这个地方，我会分别拍4下、13下、44下、87下、99下。那我们就不多说，赶快进行逆拍手这个都市传说吧。希望能看到一些什么。好，3、2、1，开始。1、2、3、4、5、6、7、8、9、10、11、12、13。没什么变化。
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三十、三一、三二。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胶带声音？我觉得我要拍的透彻一点。等我一下，感觉这个角度更可以清楚的捕捉到所有的东西，可我觉得还是不够奇怪，因为楼上还有那个人在移动椅子的声音，我想到一个更特别。像上次有人说恶魔箱那一集，我把它立过来的时候，我箱子就打开了嘛，我想测试看看。去断给吸。觉得现在空气有点死机。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有看到吗？这个镜子，它自己动了一下。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八七、八八、八。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你们看到吗？镜子，动一下。因为这个镜子照理来说是不会滑的、啊，我现在只有弄这个胶带，有点可恶哎。而且是不是在87下的时候，我刚刚记得有点气球的下。我现在看镜子，觉得自己真的觉得有点可怕，剩12下。不管了，我赶快结束吧。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再敲个最后一下，厉害！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发生，不过我觉得那个镜子掉真的还蛮诡异的，而且这整个气氛跟我平常都传说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蛮好奇说，如果到也是很灵异的其他地方做会怎么样，我还蛮想去试试看的。对，我现在想要来电梯坐坐看这个一拍手读传说，看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管理员看我这样会觉得很奇怪。一二三四二四对二二三，这个角度好吗？不是，对，不是，不是，我真的很希望上面那个电，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不然就是有保送到奇怪的楼层。八八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也没什么事。而且我觉得。你懂，刚好刚拍完，然后电梯就动，看一下它是送下去是接到谁的。我觉得他可能会带我们去到的地方，可能会是有人的地方，会有人按这个电梯，你懂 ？B1，B2，等到 B2 来。我靠！没了吗？这是假的、啊？会不会他失忆是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一场
都市传说。